李晓东，哦，100分。59分，赶紧上来把你的卷子拿下去。你要上课的时候不认真听讲，考试的时候马马虎虎，我不知道你怎么考的。老二，你别老说我了，我下次争取考及格还不行吗？考及格？你对你自己的要求也太低了。今天回去给我把家长叫来。我来了。我每天歇五半天，结果考点这屁成绩，老子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妈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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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不要打我！你别揍我行吗，妈妈？打完你啊！中考试的成绩今天该出来了吧？应该吧。嘿，估计自己考怎么样啊？良好吧。你就不能考个优秀啊？我告诉你，宝宝，你要是给我拿回来一奖状，要什么爸爸给你买什么。爸，你今天能开车送我去学校吗？来，别给我添乱啊。最近爸爸公司业务特别的忙，再说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那要独立成长，明白吗？宝宝，吃完饭赶紧上学啊！爸，嗯，你走了，我中午吃啥？我一看你，这周的午饭钱不许乱花啊！吃完饭赶紧上学，听没？别迟到啊！再见。孙宝宝，爸，你知道你考了多少分？59分。乐乐，咋了？帮帮我吧。干啥呀？打我一拳。你有病啊？哎呀，我没病。如果我现在不是做梦，怎么能弄到59分呢？哎，求求你，就狠狠地打我，打我，懂不懂？打。老兄，接受现实吧。认真听老师阅读两遍，回答问题。
你给我看着打，这样能快点。哦，你可要跟卷子上的一模一样。行，知道。喂，妈妈。宝宝，你吃饭了吗？我在路上呢。那你爸爸没来接你吗？我给他打电话了，他说他不来接我了，我自己回家。哦，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吗？稍等一下啊，你那小李，你们俩把他叫来。小李，有什么情况？宝宝，你要听话。妈妈是在这边工作呢。宝宝，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要学会独立。等妈妈吃完觉就回去了。姐，我给你一个包裹。嗯，那我们走了。哦，快点啊。哎，别管了。哎，你们俩怎么回事？宝宝，妈妈这边有事儿，一会儿妈妈给爸爸打电话，让爸爸去接你啊。妈妈先挂了啊。一模一样。哎，真好，不用挨打了。吃饭呢？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事儿啊？明天我们学校开家长会，你能当我的家长吗？这恐怕不行，因为明天我也得陪我的孩子去开家长会。哦，孙宝宝，你告诉你爸爸妈妈，就说明天学校开家长会，他们再忙也会抽空去的。那好吧。我能花钱雇你吗？要大工还是小工？我只雇大工。大工？啊，一天多少钱呢？一天200块。行，走，干。
在哪？成，走，走，走。今天你先去我家试衣服，后天我给你打电话。行行行，开完家长会我再给你100元。好了，没问题。再见，儿子。后天再要吧。爸爸，爹，你家的送到今天哪里放的呢？我家没有送到金。啥？没有？乖乖，没包吧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爸可是公司里面的老板，你得像个老板的样子。你爸是挣多少钱的老板？哎呀，这我不知道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好嘞。你是4年级2班家长会是吧？好，这边。喂，宝宝。喂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去的学校里面千万别说话，最好是不要说话。好，知道了知道了。你不要光拿手机，把手机放在课桌上，不管谁说话我都要听着。不挂不挂。肥肥，你要给我报电话费啊。啊，不一个事儿。喂，教室在哪里？进了门左转第三个教室。您是哪位学生的家长？孙宝宝是我爸。不是，我是孙宝宝他爸。哦，孙宝宝的家长。哎，啊、哦，这边请吧。首先呢，感谢各位家长今天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个家长会。这次我们4年级2班考试成绩考得不错，孩子的努力是一方面，家长的支持是另外一方面。我们只有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了，才能让孩子的学习成绩提高得更快。今天呢，我要做一回学生，听一下各位家长对我们的教学有什么意见和批评。哪位家长如果想发言，请示意一下就可以了。我来说两句，我是庞艳萍的爸爸。说到这个建议呢，我总感觉到学校给孩子布置的作业还是有点多。总之呢，我一回到家孩子就在写作业，这我不知道这个作业量是怎么给孩子计算的。关于这个家庭作业这件事情呢，我们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是根据他的教学内容制定，当然有些孩子的学习兴趣非常的浓厚，我们会针对性的给他布置一些复习资料。还有没有哪位家长有意见？那位玩手机的家长，您是孙宝宝的家长吧？您对孙宝宝这次考试的成绩怎么看呢？这孩子不听话，特别调皮，真的，我建议老师啊，该收拾就收拾，该揍他就揍他。现在孩子就在途中不识苦，你说话呢？就拿我们小时候来说吧，想上学没钱，看着人家上学去了，我呢卖鸡蛋。我经常跟我儿子说，咱们不能学井底蛤蟆，要学就学天上的天鹅。怎么能学天鹅呢？就学好文化课，要好上学，要不然人家在天上啪啪啪啪啪的飞呢，咱就学习在地上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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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叫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是吧？宝宝，听到了没有？这下臭了。
在天上啪啦啦的飞，杂娃是在地上呱呱的叫。不是，是呱呱的叫。滚蛋！别闹了，赶紧睡觉去。宝宝，你怎么不睡觉呢？我给我妈打一个电话就好了。饭了吗？吃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吗？宝宝，你要听话。妈妈最近比较忙，等忙完了这段时间就回去了啊。哎呀，你是不是不管我了？宝宝，你怎么了？我们学校现在已经不开家长会了。我和你当保镖啊，谁欺负你我收拾他。哎，记着吧。哎呀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赶紧走吧。奔向大海的急流狂涛，叫声烈岸海滩。孙宝宝呢？他到。来，上来把这道题做一下。我刚讲的。啊。啊什么？快点。做呀。我在思考。